我们很难得来到这应该是算台湾的最南端嘛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吗？对吧？屏东嘛是台湾的最南端，而且我们上一次来到屏东是蛮久以前的校园，然后这一次可以来到屏东大学跟大家见面，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所以我要在这边介绍一下我们的团员们，我希望等一下全场的团员都可以给他们最大声的尖叫，好吗？不对，这样不对哦。我记得屏东大学哦，你们的分贝数没有这么低的，等一下给我们最大声尖叫好不好？好了，来了，那正式来了，为大家介绍站在舞台右手边贝斯手霸天。大家好，我是霸天。开心来到屏东大学表演，然后其实我们昨天在南投表演，然后穿的一样的衣服，但是对口中吐出来是白烟，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那很开心来到这边，因为天气很好，谢谢大家。叫我们吉他手刘B，屏东大学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吉他手刘B。对，那很开心可以到这边，就是唱歌给大家听。那因为我们发行了新专辑。有默契哦，太好了！而且还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消息，就是我们今天有一首我们刚刚唱的那首歌《我怎么哭了》新 MV， 太棒了，你们太棒了！新 MV 我们今天在 YouTube 也上架了。那如果说觉得这首歌很好听的朋友啊，待会回家记得点开来搜寻，点开来听一下歌，然后也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跟我们打声 say 一声 hello 好。Hello。同学们，你们好棒！谢谢你们，要欢迎我们也是南部人的鼓手阿天，来左边，耶、yeah ！对啊，其实南部人每次回到南部的时候，会觉得特别的温暖，绝对不是因为天气比较温暖哦，就会觉得跟大家比较接近的感觉，因为我们都是讲着一口就是有一点点台语的国语腔。OK， 好。那非常开心今天来到屏东看到大家，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发新专辑，然后还有我们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我怎么哭了的 MV 也已经上线了，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回去点到那个我们的 MV， 然后去看一看我们的 MV， 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搜寻831或数字831，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去那个点一个赞，然后也可以到83阿店的那个粉丝专页点赞。谢谢大家，打小菊。大家好，我是 Keyboard 手小菊。那个我跟阿店一样，其实我的家乡的老家，我是一个道地的屏东硬男，你们知道吗？好，算了，没有关系，你们把体力留着，等一下跳，等一下叫就好，没关系。不行啊，因为通常八三要表演的时候，就是小菊都会很自私的说，对，希望大家等一下把体力都用光，然后不要留给后面的歌手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所以后面歌手有谁？我看一下。哦，不要留给他们，没有关系。然后那个用功，然后明天就好好在宿舍休息，也不用来上课了，好不好？我先要上课睡了。接受我们主唱阿普。大家好，我是主唱阿普。后面的同学们，让我看到你们的手和你们的尖叫声。